终于要到了。放心吧，希尔，普罗尼亚很快就会回来，勇者一定会打败魔王的。姐姐，再等我一会儿。但是，如果普罗尼亚一直没回来，希尔，不要来找普罗尼亚。布罗尼亚，姐姐，你这个大骗子！希尔，现在可以回答你之前的问题了。其实，打败魔王的方法有很多种，看我想选择哪种而已。救命！喂喂，大叔，别给我玩装死这一套，拿出你刚刚骗我的气势来啊！会长，我回来。好。你谁啊你？喂你，别突然晕过去啊！